凯伦新 talk， 轮我陪伴你。大家晚安，你好，我是陈凯伦。最近到哪我都戴着这样的口罩，它是一个 4D 立体的口罩，在市场上是很难找得到的。真的就像我所说的，它一点都不压脸，不会压出痕迹来，然后又不臭，然后空间又够，让我觉得很舒服。啊，当然跟这个口罩的一个大姐合作，陈伊利，对不对？伊利姐其实很够意思，因为这三个月当中我用了她不少的口罩，我就觉得非常有心得。那为什么我戴了墨镜呢？因为听说现在我的儿子陈瑞那现在最流行的眼镜，大家看看是这样子，平的，就是没有镜框在外头，好像一体成型的，说是现在年轻人最时尚的一个眼镜。我不是完全跟着时尚在走，但是我不能落伍，所以跟着就做了直播。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像一般的那种，那叫什么？购物啊，什么什么直播带货啊，是不是类似这样？我好像做不来。我只想到一句话，昨天晚上叫做“有思索就有思路，有努力就会有收获”。你知道，有些时候这种名言哈，它适时的出现，好像给你我一种强心剂、强心针一样。可能你想到有思索就有思路，你要去思考它是不是当头棒喝，或者有努力就有收获。总之在现在我们在打拼的当下，我都是感恩的，我也有这种感受，您同意吗？再努力如果没有贵人相助，你只能等待，但是不努力你想坐享其成啊，门都没有，那是 impossible 的，不可能的。想想看我在50年来的演艺资历走来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个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他说最近要完成他的硕士论文，那个主题叫做资深艺人的品牌延伸，他找到我聊，想听听我的看法跟建议。他是谁呢？其实他就是现在在照片上你看到的这一位，在2000年的时候他是左边这一位穿着粉红色的礼服的这位女士哈，然后这个也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搭档到海外去宣慰侨胞，他就是只要你看三立八点档或者是明视八点档，对他的实力派的演技是赞不绝口的资深演员张琴。讲到了资深艺人的品牌延伸，我跟他分享了一点，我觉得他跟他的姐姐张琴小姐，张琴张琪，其实在台湾的演艺圈都是名气够资历深长期投入到弱势的这样团体当中的明星姐妹花，他们默默行善这么多年下来呢，常年的累积了几乎是零负评的这样资深艺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品牌，他怎么样运用自己周遭的影响力去带一些年轻的艺人一起加入到他们现在投身到一个能见度不够高的兰迪尔儿童之家。我想只要任何一个资深艺人，你愿意放下身段，你去号召演艺线上或者是有心有能力的企业人士加入到你的公益的一个行列当中，那个借力使力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讲到这我就想到了要告诉在 FB 上的好朋友，或者在 YouTube 频道上看到我的朋友，因为明天10月21号呢，凯伦新 talk 晚上9点首播的时候，只要你是我 FB 的粉丝页的好朋友，你将会分享得到国家队一级的口罩，就是刚刚你看到我戴的这样的口罩。但是我们真正要分享的国家队的口罩，你看这是属于比较成熟人戴的啊，对不对？成熟人戴的这样立体的口罩，还有我手上会拿到这样的彩色的口罩，这些口罩可能一包里面有12片，它是六种莫兰迪颜色的口罩。那明天我的厂商会给我非常非常有别于市场上最低的一个价钱，但是完全不偷工减料的国家一级的口罩，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包括在荧幕上你会看到小丸子的口罩，你知道这小丸子的口罩12片才198块钱，你绝对想象不到出现在我们的凯伦新 talk 的 FB 粉丝页您的面前，12片的小丸子的口罩198块。那伊丽姐告诉我说如果买二送一只要396块，我想明天我会给大家一组爱可儿这么一个口罩工厂，他们跟虾皮连接的方式，我先给你一个连接方式，然后再给你一个
我们的折扣码，就是我的 FB 粉丝页您的优惠贵宾的折扣码，你先按进了艾可儿的虾皮连接方式之后，再把我的折扣码打进去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得到刚刚我讲的。其实这个莫兰迪你知道吗？我后来到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它可以给我们六种莫兰迪颜色，十二片装，这样一包下来只要50块台币，真的，我很感谢，因为他愿意支持我在这么一个凯伦新 talk 轮我陪伴你这么一个频道当中，真的是印证了我的心情，有伴不孤独的感觉真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明天就在我们的晚上9点的凯伦新 talk 的节目当中，我为你请到这位非常难得很低调但是愿意为了相挺我来上节目的陈依丽小姐，她就是我们艾可儿口罩的经营者，这一点我想明天细节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重点是我们会给您一个艾可儿的虾皮连结方式还有折扣码，进去您就属于我们的专属的优惠贵宾，我们明天晚上9点再见。